他就是来自 TP 的 Serene，来，谢谢你的参与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位，他就是来自 MYP 的 Leader， 谢谢你。好，现在我们当然还是要请我们的 Charlyene的支持者在哪里？RP的支持者在哪里？哦，OK，家人都出现了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直接公布校花了，请Fiona公布，我们请配合颁奖，好不好？好。对，冠军，好，来。到底校花的校花这届得主是哪一位呢？Fiona是谁呢？你们猜，你们猜。